吉吉乡早期种植了相当多桂枝啊，主要是用刀来制作祭拜用的金纸。金溪村曾经因为做纸而相当的繁华，随着机器化的大量生产而直接没落。而金溪村为着要重新来找回这项传统的做纸技艺，特别举办旧纸寮文化季活动，和游客体验 DIY 手做纸的乐趣。德行乡早期职业是相当的繁华，种植了相当多桂枝，所以用桂枝来做金纸，就是早期居民的收入来源。但是因为机械化了后，就让这个传统产业来落幕，所以为着要让民众会使了解传统做纸的过程，特别举办了纸寮文化节，让民众会使体验做纸的过程。啊，一般吼，你若讲较普通的吼，就啥拢同安尼。咱进前马处长吼，而且经营社区甲商业的一寡成果吼，我希望而且我继续甲伊努力吼，去甲伊持续下去。吼，那我嘛继续今仔日的活动吼顺利吼，圆满成功吼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红处长佮有贵宾嘛体验钢筋纸的动荡。现场也有设地时，还有现场的高海拔咖啡免费饮，午餐更加有社区妈妈制作的好吃的特色福利餐，让参与的大小朋友有吃有体。欢迎民众前来金溪村体验纸寮的历史文化，体验手做纸 DIY 的乐趣。世新新闻曾启贤在家乡采访报道。孩子正在打造梦想，咱家己也在为了咱下一代筑梦。咱的梦正在逐步踏实，科学园区、无人机产业、南靖公馆工业区和民雄航太园区，现在已经在布点。我们打造农业品牌，走出新农业的路，这是咱家己的专业，就亲像囡仔要当大人同款。农工大县扭转丰年，祝大家梦想成真，新年快乐！